我希望你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和别人，你要懂得珍惜别人的爱，否则下一个爱你的男孩也会受到同样的伤害。我希望你做一个善良的觉得我是个善良的人吗？高峰，你到底对美颜做了什么事情？高峰，啊，这你们俩怎么都是一个样子呀？到底是谁把谁给抛弃了？事情了，连招呼也不打一个。变得这么不稳重。不理他。
啊，回来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难道真的就这么分手了？原来你都知道了。不是因为上回我说的那些话你们才分手的吧？其实我那天并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那天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真的是因为我那天说的那些话你们才分手的吗？哎哎，我那天只是想让你找个借口跟他分手，吓唬吓唬他而已。乔贝，你觉得我是一个因为你说了批评的话而改变主意的人吗？哎呀，你们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，迟早都会出问题的。也无所谓。美颜，我知道，可能错过后就不会再找到像高峰那样对我好的人了。人生都是这样的，我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帮你注射一个好女孩生命的光亮。想想你要高高兴兴的去上学。当春天来临的时候，但愿那是一簇迎春带给你温馨的美丽。很想很或许爷爷一直都盼望着这一天呢。看他的样子，想哭又哭不出来，我担心死了。可能真正的伤心就是这个样子，所有的眼泪都会憋在心里头。我想劝劝他，可是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。这个时候劝他是没有用的，别人再怎么做都没有办法补偿。毕竟活生生的一个人消失了，这必须
要让他自己把这种情绪发泄出来才行。只能希望他快点振作起来了。怎么睡这儿啊？睡在客厅里啊，哥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咱们换下房间吧。你睡我房间吧。不用，习惯就好了。
哥，不如你也出去旅行几天吧。嗯，你忘了上次秀芝去世的时候，爷爷不就……不用。那你做些什么呢？做些什么？吓着你了吧？是他一个人把我们养大，可是我什么都没为他做，我什么都没为他做，我是他一个人，就他一个人把我们养大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好了好了，你一晚上就说这么一句话，你烦不烦呢？哎，咱们能不能换个话题啊？还能说什么呢？他一个人把我们养大，我还没来得及。哎呀，这些爷爷都知道了。哎，他老人家去世前没说些什么？没有什么希望让你做吧？有，可是什么呢？肯定有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服务员，结账结账结账。嗯，服务员，我没喝够呢，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。哎，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，不喝了不喝了啊！哎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谈恋爱了？不是恋爱，是要结婚了。啊，要结婚了？哎，好事好事，来，恭喜恭喜，咱们得喝一杯。哎，不喝一杯喝一杯。哎呀，不喝了啊！恭喜恭喜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应该做的事儿啊，就是找个女孩，好好谈一场恋爱。谈个恋爱，那你们两个就一直坐了一个小时。他呀，一句话都没说，胡子呀已经长那么长了，看来他这次是被你伤得不轻了。怎么样啊？还那样。都一天了，要不咱报警吧？报警？我看还是再等等吧。
哥平时不这样。你说他能去哪儿啊？你别哭了啊。怎么了，哥？你去哪儿了呀？嗯，好了，小子，都是哥不好啊。昨天我喝醉了，在一朋友家过了一夜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。哥答应你，以后不管去哪儿，晚上一定回来啊。行了，回来就行了。我们俩呀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睡，赶紧进屋休息吧。好，都是哥不好啊，小子。快睡觉啊！还在为那些事情伤神啊？哎呀，他是男人嘛。话不能这么说。无论怎么样，他是受害者。一想起来我就心里不安。哎，好吧，那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慢慢反省吧。我先进去了。我的心就像闪烁在黑夜里的灯，让你看清楚那扇是回家的门。总是有万千次别离与相聚，不留遗憾。
的心就像闪烁在黑夜里的灯，让你看清楚那扇是回家的门，今世有来世也无法阻止我爱你的真。师兄，我有一个秘密，一个关于我身世的秘密，我谁也没说过。我告诉过你吗？我不说，谁也不会知道的，因为那是我心里的一道伤疤。谁愿意把自己的伤疤揭开给别人看呢？可是我今天想告诉你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？反正今天我就想说给你听，其实我不叫美颜，我的名字叫 UK， 好听吗？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是雪花的意思。我爷爷是日本人，奶奶是中国人，爸爸在中国出生，后来回到了日本，长大以后就认识了妈妈，他们相爱后就结婚了，之后就生下了我和弟弟小海。那时候爸爸有一个自己的公司，但是这种幸福并不长久。有一天出事了。夏少，夏少，夏少。なんだ社長、大変です。騙されました。会社が潰れた。あなた一人にしてくれ。
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主人は留守です。それではここで待たせてもらいましょうか。はい、お茶を入れてまいります。敬って大慈大悲の阿弥陀如来の御前に申し上げます。本日ここにうやうやしく仏前を称言し、年頃に称行
ひろきくんはね、転んだ時に脳に傷ができてしまったの。これからはお姉ちゃんがしっかり面倒見てあげてくださいね。多分もうひろきくん一人では自分を守っていけなくなるから。ゆき、おじさんたちはね、ゆきは一つ目と思うとるんだけどね、ただひろきはね。そうね、ごめんね。ゆきちゃん待って。ゆきちゃん、ゆきちゃん、ゆきちゃん。我是你中国的表叔，带你和弟弟回中国。弟とは離れません。不分开。我就是这样和弟弟来到中国的。中国的亲戚们都对我们很好，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要依靠他们。妈妈在我们最需要她的时候抛弃了我们，这就是我所有的秘密。好了，我的故事都讲完了。看来我比你幸福，爷爷一直对我们不离不弃。所以想着爷爷和你们在一起的幸福吧，忘掉爷爷不在的哀伤，这样才能有力量活下去。说忘掉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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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忘掉吧。